香港英皇娱乐的一班艺人 Twins、Sun Boys、泳儿、李一郎与蒋亚文出席香港铜锣湾某唱片店的开幕仪式，并担任剪彩嘉宾。门外大批 fans 把门口包围的水泄不通，场面十分热闹。其实咧，大会咧准备咗一啲鲜花，好靓嘅花咧，就送翻俾咁多位嘅。将鲜花咧就奉上先啦。系啦，大家望一望我哋嘅右手边咧，就有啲 HMV 嘅顾客咧，就已经咧喺入边咧，听大家嘅背影。谂住啦，再次咧喺度恭喜晒 HMV 铜锣湾分店正式开幕。咁啊，大家咧记住啊，收埋咗我哋或者佢哋嘅影音嘅产品咧，都要快啲嚟 HMV 啦吓。可以話咧，只係人聲鼓勵啦。咁啊，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嚟嘅。Twins 透露，他们每次出新碟的话，都会去购买自己的专辑，希望取得好意头。而平时都有习惯去唱片行挑选好的唱片，而且每次都会买一大堆回家。不知道哪些歌手的专辑是他们一定会去买的呢？王菲一直是阿萨的偶像，阿萨看到报道才知道王菲与李亚鹏的女儿患天生兔唇，并要送往美国去治疗。身为明星 fans， 他们也送上彼此的祝福。听说他们会把女儿送到美国去做手术，希望那个手术成功。对啊，希望就是小朋友很快就可以康复。